老中医的美容方，趁着夏天，让你的皮肤白里透红，年轻十岁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这一到夏天，好多人想让我讲讲美白美容的事情。其实呢，古代的时候，养颜美容类是很多的。今天我就挑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子和大家简单讲一讲，它就是五白散方子，五味药，每个药都有个白字。首先，我们来讲一下。第一个白芷，它具有很好的祛风除湿、消肿排脓的作用，像一些脸上的痤疮、痘痘、一些色斑都具有较好的调理作用。然后第二个白莲，它可以很好的清热止痛、软坚散结，对皮肤上的红肿疼痛、发炎发痒等情况具有较好的调理作用。第三个白是白茯苓，它可以渗水利湿、宁心健脾，帮助我们把体内的湿气给驱除干净，还能帮助睡眠，以达到美容养颜的目的。第四个白是白僵蚕，它可以化痰散结、驱风定惊的作用，像是一些痰湿引起的暗淡无光、粗糙有筋结等情况都具有较好的调理作用。最后一个白附子可以驱风燥湿，还能够解毒散结，帮助此方更好的发挥作用。这个方子呢，使用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，我们需要按照自己的体质，然后打成粉末，选取适当的清水，然后涂抹在脸上就可以了。内用呢，还可以搭配个红枣，内调加外敷，帮助我们美白淡斑、养颜美容。最后呢，沈医生要提醒大家一点，此方虽好，但并不是万能方，也不具有整容的效果。那今天关于五白散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